地厂内底师傅是相当无用，早起趁着天气好办落来地青，赶紧进行加工做地。今年因为气候相当反常，造成高山地生长受到真大影响，要做出高品质的高山地难度是更加高。今年春啊地吼，是千辛万苦吼，就是天气无顺，吼早期的无雨水影响伊的成长。啊，即阵要采收的时阵吼，雨水伤济吼，啊含水量较济，啊地品会比往年较差一丝丝啊。为着吼，的时间爱较长一撮啊，把迄个无好的水分排掉，把好的所在冻起来。今年仁爱乡高山地要做出好地难度增加，不过地农却是更加用心，主要是今年因对参加仁爱乡农会举办的高山春地比赛是有高度的兴趣。农会不但扩大办理今年的春地比赛，同时将地赛改名叫做第一届高山地王竞赛。受到农会改变的影响，农民嘛愿意用热烈参加地赛行动汇报。地嘛，算讲伫销售嘛，未歹销售，所以拢较无注重这个比赛。啊，这边吼，咱这个总干事吼，带总干事吼，对咱吼，算讲吼有特别厚爱，啊，我嘛做踊跃个支持，吼，啊，看我都甲今年的仁爱乡的村阿地吼，办了有声有色，啊，我嘛一种愿望，哦，我仁爱乡，哦，我的愿望就是我落超越信义乡、罗沟乡。地农表示，虽然今年地青品质受到气候影响，品质有变较歹，但如果地园管理有用心，做地技术佮用心程度有够，也是会当做出好地。因对家己做出来的地是真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为什么？因为对家己做出来的地拢一定的品质啦。因为地青条件拢袂歹，园地管理拢算做好呢。我感觉这地。经过这用心去做，应该有信心，因为阮的园内管理真好啊。第一管理好啊，因为阮咧采收的时候，啊对着气候无好，阮就无采收啊。所以阮咧天时地利人和拢得会到，所以应该真有信心。仁爱乡农会表示，如果今年报名参赛件数将会比往年增加一倍以上。地农对挑战第一届高山地王，不但有高度的兴趣，更是信心满满。今年仁爱乡高山地王的竞赛。将会出现相当激烈的竞争场面。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